此今天的表演呢，我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，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，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挑战，有多特别，等一下跟各位解释。首先我要借一样东西，钥匙。好，请现场所有的同学们把你们身上钥匙给掏出来。哇，好，都有带钥匙，来我看一下。我找一个这个。好，来，我先声明一下，很多人在电视机前面在看电视，人怀疑说我们是不是有串通过。你可以对天发誓，你说我对天发誓，我没有跟刘谦串通过，而且这串钥匙是我的。我对天发誓，这串钥匙是我的，我没有跟刘谦串通过。哇，我没有串通过。对对对对，好清楚哦。好，就把钥匙拿走了。好，我只要拿一根而已啦。好，这一根。张赛文，你帮我保管剩下的。好。好。要藏起来吗？保管就好了。请不要把它丢掉就好了。好，钥匙。还有什么呢？哎。啤酒。杯子。嗯。要做什么呢？接下来要各位表演的是。喝啤酒吗？喝酒啊。有有好来哦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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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喝喝看，确定是一般的啤酒吗？干了，美丽，干了，干了。杯子很想喝哈，是啤酒，好，啤酒放下来，那只是给你们的见面礼而已。重点是这个瓶子，好，我要做什么呢？这只钥匙是放不进瓶子里面去的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因为这个上面比较宽，瓶口比较小，是放不进去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。嗯。今天的题目是呢，谁可以把钥匙放进这个瓶子里面？现金十万，十万耶！哇，刘谦老师好有钱哦。今天的题目是呢，谁可以把钥匙放进这个瓶子里面？现金十万，十万耶！哇，刘谦老师好有钱哦。对啊，哇。真钞，好，真的真的，放在这边，来，十万，谁要先试试看？不能把瓶子弄破。张善伟，这么久没有收入了，赶快。善伟哥，拍戏拍那么久，哎，你别敲破了。有理有理。哎呦，哎，哦，暴力，瓶子没破，你手断掉会破哎，不可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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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可能用你们的想法啦。配置放进去分我。哎，钱呢？钱呢？哎哎，也不见了。可能吗？好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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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十万块又神奇的出现。我放弃，放弃，不可能啊！那这么大，对啊，因为你们是凡人，一点诚恳都没有。因为你们是凡人，好，仔细看。真的吗？好，要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好紧张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在哪里？还没有啦，扣十万。没有开玩笑，要把钥匙放进去呢，不能直接这样放进去，我们有东西要使用。好，啊，面子，面子，帮我拿一张出来。好，给张灿伟看一下。看面子，对，确定他是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仔细看，第一步先把面子盖在瓶口上面。然后钥匙。好，你可以看到钥匙有一半在外面，有一半在里面，对吗？嗯，对，没错，看得到。有看到钥匙了，看得到，有有有有有，仔细看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
哎呦，是刚刚那只哎，是啊，太扯了，而且型一模一样的啊，好，好恶心哦。接下来是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，把它拿出来的时候，那以我目前的功力呢，我只能把它放进去。完了，你不能回家了，拿出来，没关系啊，就拿榔头敲碎就好了。谢谢。啊，真的吗？找功夫进去，那就训掉嘞，真的要巧了，确定真的在里面。对啊，真的啊，我们眼睛都很正常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什么啊？怎么会这么难敲？哦，原来瓶子这么难敲。哦，自己哦，敲到笑场，破了，破了，真的破了。好，钥匙还是完整无缺，谢谢大家。钥匙还在里面。好，麻烦帮我还给那个观众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太神了。